近日天气炎热，到台南东山区公所赤岗的民众，唔通袂记来一杯芒果冰沙。台南市东山区公所六月启动贴心服务，为赤岗民众奉上一杯时令水果打成的冰沙。市长杨伟德今仔六月初一日到东山区公所参加冰沙之启用记者会，实地体验芒果冰沙的风味。议员沈家凤也到场关心，台南市长为的表示：“今天非常高兴哈，能够让我们台南市为民服务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哈。大家记得以前陈水扁前总统在担任台北市长的时候，就首创民众到公所或是政府机关洽公的时候，公务员还帮他们奉茶，而且把柜台降低。今天我们台南市东山区公所跟康定后安宫、福安宫合作。”跟农民合作，他们提供很多新鲜的水果，那加上我们的机器变成一个新的这个湿热冰，那这个很厉害的，所以说为民服务创新更加一步。那我想说谢谢公所他们的创意，在6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这几个月时间，能够提供市民朋友们最好最贴心最凉爽的服务。那对抗炎夏，来一杯，来东山公所喝一杯这个摇摇冰真的不错。东山区长李黄南表示：“各位市民大家好，咱东山区公所呢，在这个热天的时阵，咱有提供这个冰沙票，大家来享用。咱东山呢，有名的出产什么水果呢？大行拢有，有啥物货？有咱的木瓜，有咱的山药，有咱的奶汁，有咱的火龙果，还有咱的西瓜。咱不以无同的这个季节所出产的这个水果呢。”咱有拍无同口味的这个冰沙，要让咱大家来享用。而且咱真感谢咱康定发展局呢，甲咱寄付这台冰沙机，予咱这个冰沙机会使达到着伊的发挥的功能。同时呢，东山的咖啡呢嘛足有名，咱买来拍这个东山的咖啡的冰沙，予大家来享用。咱欢迎大家来东山区公所来洽公。现场来洽公的民众，拢来一杯冰沙，食了拢讲赞。谢谢。东山区公所表示，这座冰沙的原料拢是上界天然在地食材，采用阿欧尼渗透水制作，制作过程安全、卫生有力，加上配合时节推出各种无同款的时令风味。公所员工也乐得共赏盛举，提供自家种植的水果来服务乡亲。目前供应的时间为六月到九月，每日上午十点半到下晡三点。欢迎民众来公所洽公，一饮消暑解渴的水果冰沙。以上是台北门新闻网报道。